晋唐永，主说：“我要为我兴起一位忠信的司祭，他要照我的心意行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庆祝圣嘉禄包容茂的纪念日。这位圣人出生在16世纪，当时教会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他是其中一个复兴教会的人。圣嘉禄他本身生活非常节俭，虽然呢他出身名门富贵的家庭。话说呢，他这个去视察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人问他，给他天气寒冷，要给他衣服，要给他添被子。他说不用了，那个上床呢，身体呢就会暖。除了他那个生活节俭之外呢，他也非常注重神父们的、修士们的培育。就在现在，在罗马呢，还有一个公学，是以圣人的名字命名的。另外呢，圣嘉禄也非常注重儿童药理。在这个弥撒中，让我们请求圣人为我们代祷，让我们也具有简朴爱主的心。现在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好能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常在你的子民中保存圣嘉禄的精神，使教会不断更新，日益效似基督，并把他的真貌和精神显示给世人。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门。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注意那些按我们的表样而生活行事的人。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如今在含泪对你们说，有很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他们的结局是丧亡，他们的天主是自己的肚腹，以羞辱为光荣，只思念地上的事。至于我们，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等待天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他即使一切都屈服于自己，他必要以同样的大能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相似他光荣的身体。为此，我所亲爱的和所怀念的弟兄，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可爱的诸位，你们应这样在主内屹立不摇。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我欢喜，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欢喜，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欢喜，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双主已经站立在你的门前门口。
我欢喜，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建筑好似京城，却是内部划一整齐的京城。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齐聚在那里。我欢喜，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他们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称颂上主的名字。那里设立了执政的坐席，那里有达味王室的宝座。我欢喜，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阿肋路亚，阿肋路亚。谁若遵守基督的话，天主的爱在他内才得以圆满。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曾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管家，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管家挥霍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便把他叫来，向他说，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呢？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自言自语道，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我可做什么呢？掘地吧，我没有气力；讨饭吧，我又害羞。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收留我在他们家中。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对第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人说，100桶油。管家向他说，拿你的账单坐下，快写作50。随后，又对另一个说，你欠多少？那人说，100担麦子。管家向他说，拿你的账单写作80。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这些世俗之子应付世俗的事物，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福音是关于精明但不忠信的管家的比喻。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耶稣用一个不忠信的管家来教导人，也有人不明白，为什么主人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为了理解这个比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的主要的讯息。一般在一个比喻中有很多的细节，有一些细节呢，我们不理解，也不需要去追求它所象征的是什么，而是呢，要把握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所要传达的教导。在这个忠信，在这个不忠信精明的管家的比喻中，耶稣要教导我们什么呢？不是要效仿这个管家如何改账，不是让我们学习他的不忠信，而是要学习他的精明。一个不好的人，一个坏人也可以很聪明，办事很好。他的这个精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为将来做打算，当他得知他快被解雇的时候，他就想，我应该做什么来为我的将来着想。第二，他为将来做准备的手段和方式。首先，当这个管家知道他快要被解雇了，
他未雨绸缪，他想我应该做什么。之后呢，他改账目。改这个账目呢，可能有两种方式。其中一种呢，他就是直接把这个欠债的人的这个账目呢由多减少。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他是管家，他有权利呢来定这个利息。假设呢他借了50桶油，那这个利息呢可能是50桶，那就成了100桶了。但是在借据上他全部写的就是100桶，那50呢实际上呢是他家的。如果他把这50呢减去，主人所得到的也没有少，他只是呢用他应该得到的这50桶呢来给这个债户减除了。所以他的这种方式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得到了人的好感。具体这个管家如何改账目，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他这种未雨绸缪，然后为了得到人的好感，用自己的权力和自己所能够做的为将来做打算的这种态度。最后呢，耶稣说，这些世俗之子应付世俗的事物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管家的身份和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也适合于我们。首先，我们都是天主恩宠的管家，天主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时间，给了我们天赋。我们是如何的管理了这些天主的恩宠呢？我们是挥霍了呢，还是忠信的使用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管家要给主人交账。我们呢将来有一天呢也会被要求向天主交账。那这个管家为将来做准备，我们现在呢有没有为将来以精明的态度做准备呢？耶稣说，这些世俗之子应付世俗的事比光明之子还要精明。我们在这个世俗的事物上废寝忘食，投机取巧，那我们在这个追寻天国的道路上有没有这样做呢？为了帮助我们做一个既忠信又精明的管家，今天的读经一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身在世上心系天国。不仅为日常的事物操劳，也要为将来天国的永生来做准备。圣保禄宗徒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他也含泪教导那些人说，有很多人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敌人，这些人的结局是死亡，他们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记得我们永久的家乡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时常的想起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的为将来做准备。如果我们时常记得有一天我们需要在天主的台前交账，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就不会随随便便，也不会呢做事情不光明磊落。我们如果知道有一天天主会审判我们的话，我们呢也会怀着敬畏的心来度现世的生活。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做一个天主恩宠的忠信且精明的管家。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酒水的掺和象征了天主取了我们人性，愿我们也分享他的天主性。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求你悦纳。上主，求你洗净我的罪污，涤除我的铅油。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垂视我们为纪念圣家禄所献上的礼品，你既因他善尽牧职和他卓越的功行而举扬了他，求你也使我们借此圣祭结出善行的美果。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恩赐教会今天欢度圣家禄的纪念日，你借圣人的圣德生活鼓励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借他的宣讲教诲我们，因他令你欣喜的祈求而时常保佑我们。为此，我们随同天使和各位圣人同声歌颂你，赞美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吴成才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她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圣嘉禄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主神父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护佑我们得到永生。我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上是美，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想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请大家祈祷。
上主，你借着圣体圣事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这力量曾使圣家禄忠于职守，求你帮助我们效法圣人的善表，一生忠于信仰，热诚地实践爱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